OK，可能大家这时候已经去上床睡觉了哈，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之前的那个直播呢，被脸书取下了，很抱歉哦，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已经把那个视频给下载下来，然后我将会把它upload 去我的 YouTube，然后从我的 YouTube 摔过来这里 Facebook，然后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参加那个有奖游戏啦，就希望大家可以从我现在改变那个方法一点点啦，如果之前已经留言已经写了答案的，我真的很抱歉，sorry，因为之前所有的留言我很想再看回去，但是没有办法了，真的很抱歉，sorry，好可惜哦，大家刚才真的很好玩，不，我已经把那个刚才的那个 video 给download 下来，所以我的现在的方法就是呢，我把它 upload 去我的 YouTube，然后从我的 YouTube 呢再把它 share 过来这里，就是 Facebook。所以如果你要参加那个比赛的话呢，请在我 share 出来 Facebook 的这一块啊，在 Facebook 的这里，也就是要那个 video 哈，就是之前的那个直播的 video，我会重新再 upload，然后share 过来 Facebook，所以要在那个 share 的下面留言，好吗？会不会很复杂？OK，反正我会把说得很清楚，写得很清楚的哈，就是要在那个视频的下面留言就对了。YouTube 的留言我们应该不会去考虑哈，我们只要在 Facebook 的留言，好吗？这样子就会比较集中一点，比较容易选哈。抱歉了，如果你之前已经写了答案，真的很 sorry，我刚才也没有去好好的读完，就已经被他们取下来了。对，so 你们没有办法参加，对吗？等多一点点，给多一点点时间，然后我把那个。截止日期稍微的拉长一点点，就是给多大家一天的时间，好吗？就是我原本说要在星期三的晚上，就是明天的晚上截止，那我给多大家一天的时间，也就是星期四的晚上，好吗？OK 吗？这样子，星期四的晚上，也就是说29号11点59分，然后就请你说出为什么你会喜欢 Believe 这个品牌。为什么他们的优点啊？他们很贴心的地方啊，他们的包装啊，他们的哪一样特别的产品啊，都可以啊，随你写。然后我就会请 Believe 的代表，然后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五位幸运儿，然后你们就会得到这一套礼物了。OK，好，对，已经很晚了，Sorry，我现在要继续去剪接，然后。马上把它 upload 去我的 YouTube，所以大家留意哦，然后记得要 subscribe 我的那个 channel。OK，谢谢你，Sorry，Good night。你都会来支持哦。
道培晨，我是傻瓜姐。欢迎天你好 ，Believe 产品好用吗？我觉得很实用哦 ，Serena。谢谢你哦，我的妆 OK 哈，太好了哈，从早上到现在嘞。今天我秀出这个盒子，总共五盒，然后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呢？面膜，除此之外，还有这两罐。谢谢，让我看一下上面有写什么啊？大家哇，好多人，NY Birthday Pack， 对对对 ，June Believe the Mask 真的好好用哦，真的好用 ，Phoebe 海外有点。哦，海外它有点断断续续的。OK， 是哦，还是网络的问题吗？我明天生日有礼物吗 ？NY， 等下来参加我的有奖游戏。OK，Jen，Jenny's warm， 漂亮，谢谢你哦。Nico 刚好洗澡的时间来。哦，你这时候洗澡的、哦。嗯 ，Agnes Rolling Wang 啊说。试了之后就知道了啊。Alvin 好像李光洙在跳，李光洙跳舞是怎样的？嗯。Cynthia 说，我用过他的 Daydream， 不错哦。OK，Mandy，Hello，Hello， 你好呀。Irene， 哎嗨 ，NY， 培训吃饱了吗？我刚刚吃饱，好饱哦。Tony 是哪里的产品 ？OK， 这个是，如果没错的话，是来自新加坡的。这里有写 Made in Singapore， 新加坡，新加坡产品，也就是说品质是保证的了啊，因为他们很严格，所以品质保证，可以值，是值得信赖的产品。OK， 等一下，让我处理一下我的事情。喂喂，不要急，不要急，大家，别急，别急，嘿嘿，今天要上出五套哎，五套嘞 ，OK，share， 下，哎，这几天大家在忙什么呀？急吗？请问孕妇可以用吗？哎，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留言，我想哦 ，believe 的人应该会看到，然后他们会回答你的问题的。OK， 我觉得这个问题让专人来回答你比较好。OK， 好多爱心，好多爱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哦。哎，这几天很流行那个，要不要一起来跳？要考跳吗？你们要看吗？哎，说是 Believe 的朋友好像有来，好像有参与我的直播。P P A P， Joel， Hi， 你们要玩吗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pen， I。
Fidels Joanne Chang cannot stop singing this in office. Oh, cannot stop singing this in office. 哦，你们一直开是吗？哎，要不要开那个音乐？我们来跳，一起跳，要不要？要不要我开音乐？说你要我就开，就是要洗你们的脑。要不要？不要？要我现在就开 ？YouTube 就在这里啊，随时的。让我找一找啊 ，PPAP 啊，要不要？你们说要我就玩，我很无聊的呀。要啊要啊，我看到有人说要啊，我们一起跳啊，不要自己在家里，要不然自己看。喂，等一下，可以。应该很短啊，哦，我没有真正听完呢，其实因为听不下去。来呀，一起来玩啊，不要假装啊。来呀，怎么有音吗？不知道，反正是这样啊，差不多啊，类似啊。好了，可以开回我们很优雅的歌。OK， 那首歌我们要赶快把它忘掉。哎，这些歌才可以听的嘛，对不对？这样才是人过的嘛，这种歌才是人听的嘛，怎么样 ？OK。好多人进来了，今天我真的是要把礼物给送出去啦，因为回馈我的粉丝啦，首先，然后第二呢，也谢谢 Belief， 赞助这些礼物，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 呢？我的 YouTube 是 May June Shines， OK， 没有 subscribe 的请你去 subscribe， 没有 subscribe 的不可以参加比赛， OK 。OK， 赶快去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那个Believe 的视频。然后我真的是素颜呢，我牺牲可大了，我真的是素颜，然后示范用这些产品的，真的。OK， 然后我真的是有试他，所以我就告诉你，我是真的有试他们的产品，然后我才敢说这些产品好不好用啊。确实，我的皮肤呢，其实真的是很敏感。啊，我的皮肤本身真的是很敏感啦，哦，很容易就会发红。其实如果要示范给大家看哦，如果我随便抓几下哦，我的脖子哦，你看这些地方，它都会发红了，很敏感，很敏感。OK， 所以我不可以随便乱用产品，只要用对产品，那我的皮肤就不会有事。所以呢，我皮肤只要不会有事，那个产品就是还不错了，都是很温和的。包括 Belief 这些产品啊，确实，我用过了他们的 mask，
好久以前我有已经有试用过了，都觉得很不错。OK， 然后现在他们送我一整套的那个产品，我试用了一整套之后，也是皮肤没有问题，而且都还进展得很不错哈。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很照顾我的毛孔的人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呢在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呐。OK， 我念书的时候啊，因为 T 字部位很容易出油嘛，有没有？所以我就很喜欢去摸它，我觉得很油，我就一直摸它摸它摸它，导致呢我的毛孔非常粗大。所以这个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弄到的，没有照顾好。所以如果你们还是很年轻的话哦，千万不要用手乱摸你的皮肤你的脸哦，要好好的照顾哦。是如果皮肤出油的话就拿纸巾去抹一抹，还有就是要用对产品。 OK， 所以我今天呢就介绍你们尤其是念书的朋友，我觉得这一套非常适合你们，因为价钱也非常的公道。 OK， 然后可以控油，如果你有毛孔粗大的问题也是非常的适合用。 OK， 我现在这里看到有很多都是有敏感肌肤的朋友哦。 Hello Tristan， 你好啊，你也有在这里啊。 Christina also here， say hi to both Majun and 喵喵。 Hello Hello， 哎呦，还有很多人啊。对对对，毛孔，哎，等一下 Isaac 哈，你刚才上节目哈，要礼物跟我讨礼物，阿苗说五六月不要假假，不要看留言啊，我很忙的。 OK， 我一直看你的留言，我很不得空哎。Stella 说素颜是，如果你想看我素颜的话哈，可以看我的 video。在 Major Shines 我的 YouTube channel， OK， 我真的是不施脂粉啊，然后示范那些产品。喵喵，好了，你走开，你不要给我那个脸啊，你不要给我那个脸啊，我跟你讲啊。Tony 改用成 Believe， 对对对，来，可以改用啊，因为我觉得它价钱公道，长期用的话都 OK 的。然后它很温和，而且呢很针对性。如果你们不是很了解他们的产品的话，你们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就是 believe.com。 如果是马来西亚的呢，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上的话，它自动就会把你带到去马来西亚的专业。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 /my， OK， 就会带你到去believe 马来西亚的网页。OK， 然后你就会看到是马来西亚的价钱，所以你大概知道哦，这个产品是多少钱，这个产品是多少钱，这样子啊。然后我的确非常推荐大家去用这个啦，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说有毛孔的问题嘛，对不对？毛孔粗大的问题，毛孔粗大是为什么？因为阻塞，还有就是长期没有弄干净。OK， 像我以前呢，我刚才说的，好像我以前我整天去摸我的鼻头嘛，因为油一直摸它摸它，一直觉得亮亮样子很难看，一直摸它摸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手啊，其实很肮脏嘛，你一直重复性的去摸它摸它摸它，当然会阻塞咯。OK， 那现在呢，我的问题是因为我长期都在化妆，因为工作关系嘛，要拍摄什么的，我除了是为要牺牲自己做视频哦，示范产品给大家，我是没有化妆之外，我在外面工作是要化妆的 ，OK， 真的 ，OK， 所以是因为长期阻塞才会有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哦，一定要用对产品。那很多人说，毛孔阻塞就会去挤它嘛，有没有？我们看 YouTube， 我们喜欢看人家挤暗疮啊，挤黑头粉刺啊，挤啊，很过瘾，很过瘾，但是不好哦，为什么？因为很痛。很痛之外呢，你其实在伤害你的皮肤哦。凡事其实我们痛哦，是我们的自然反应啊。你会痛是因为你皮肤叫你不要再这样了，不要 no please 不要再按了。OK， 它在喊救命，所以你的皮肤会那个神经线会告诉你的大脑，很痛啊，不要再挤了。所以如果你的鼻头有很多黑头粉刺的问题，不要去挤它。真的，你要用对的产品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如果你想用一些经济实惠然后又有效的产品可以试试看这个了。 Believe off with those heads 是他们的星级产品，对，他们销量非常高。这个产品有没有看到因为它可以减少那个油脂分泌，
OK，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就会比较少那个黑头粉刺的出现，可以帮你解决大家，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用这个 Off with those head。OK， 那这一套礼物我是要送给大家的嘛？OK， 但是我先不要问大家问题，你们一定要留守到最后我才发问问题，然后等一下你们才留言，然后我会请 Billy 代劳，然后选出他们最喜欢的答案，OK，然后得奖者就会得到这些礼物啦。OK，总共有五片面膜，这里有五片面膜，Utmost Moisture Immerse Me。我用过哦，好用哦，非常的补水，而且我都是在化妆之前使用它的，我喜欢这样子，对，我睡醒的时候，我要去工作之前，我先敷一敷，所以我要特别的早起来 ，OK，因为我花另外15分钟的时间来敷面膜，我是这样子啦，之后才来上妆，那你就会发现那个妆非常的耐，而且不会出油，比较不会出油。当然，如果说一整天下来你在外面日晒雨淋一定会流汗呐。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天气一定会流汗哈，但是就不会比平时你没有敷的时候糟糕啊。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这个tips，这个小小的铁试，大家可以试试看呐。如果你有这个很容易出油的问题，你可以早上敷一敷面膜。就是花多一点点的时间呐，OK，要不然就是说你的妆可以不用上那么厚，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妆上太厚非常干，就是因为干燥，所以呢那个是我们的皮肤的自然反应，它就会出油，让你的皮肤得到有一层的那个滋润，这个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个自然反应哦，有没有 Dr. Tristan？我说的对吗？我们这里有个医生出现了，哇，好多人呐！阿苗，我的礼物做梦没有拿给我，明天没有上课，所以我不会见到你。是大家请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就是那个 Maiden Shines。OK，如果不会 spell，我 spell 给你听，MAYJUNESHINES。Please, please, please, OK。然后我会一直每个星期都会上载一个新视频，分享一些美容的心得，还有化妆啊，还有就是弄头发啊，有时候会弄指甲等等等等，希望大家会喜欢呢。OK，好，我还有什么东西要分享哈？OK，除此之外呢，其实这套产品哦，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写了哈，它的价钱是，因为现在是discount，现在有 sale，因为现在是 My Cyber Sale 嘛，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星期五是 My Cyber Sale，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哦，去看看有参与 My Cyber Sale 的商家，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网站有参与，然后如果你网购的话呢，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优惠，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包括这个产品 Billy 也是有参加，所以呢，他这几天都有做很大的优惠啦，例如说。大家可以去看了，我现在就开给大家看，OK，就是 Believe 的这个网站，OK，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就是 Believe.com 就可以进到群了。你就是这个网站呢，有没有啊？你看哇，那这个就是 My Service View，那它有三个，他们在进行那三个那个优惠，就是这一段期间只有这五天。就是到这个星期五就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如果你要买的话，就是说你比平常在外面买会便宜啦哈。就是他们，而且这五天里面他们会选出5位消费最高的朋友，然后他们会提供全年免费的面膜使用。Oh my goodness，还不快点去买啊！还不快点去！还有就是他们每一天这五天里面呐。可以一直到星期五啊，就会有一些特定的产品是售15令吉的，但是那个时间是12点到2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哈，你可以开着他们的网站，然后看他们到底那个时候什么东西是卖15块的，赶快去买，赶快去买，OK？还有就是买二送一的优惠，OK？所以你又买，所以总共如果你买三个产品，那个最低价钱的那个产品呢是免费的。所以你现在马上可以去哦，等一下，等我做完这个 live 你才去，
因为你还要参加比赛 ，OK？ OK， 我听到，我看到有很多人都有说有毛孔粗大的问题，是哦。阿喵说对 Doctor 这样热情，对我对我的礼物不问不答。那 Doctor 说 support support 嘞 ，support 嘞。哎什么？哎，最后我上完节目立刻来看你 live 嘞，哦，好支持哦，谢谢你嘞。OK， June， 波波说你好 ，June 说刚刚看了 video， 哦，皮肤真的好，谢谢你哦。上个礼拜我的礼物，苗你走开啦，没有没有，你可以开着你的这个 live， 然后你可以走开。MLGI 快点送我，等一下你们要回答问题啊，然后让 Believe 的人呢来选他们最喜欢的答案 OK。 Serena Chin 说我也要， Amy 说我的脸油油很敏感 OK， 如果油油敏感就是大概跟我的脸很相近，哦，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很容易出油跟非常的敏感，所以你一定要选对的产品来使用 OK， 要选就是温和的产品，然后最重要最重要，我觉得敏感肌肤哦，或者是脸很油的，通常都是因为皮肤底非常的干，所以呢要选择最好选择补水的产品，像美白呀，这些或者是抗老啊都是非常强烈的产品，所以我建议是说如果是补水 hydration 的是最好的 OK， 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子选择啦，我通常都会 go for hydration yeah， 多过比如说抗老啊或者是美白，因为都很刺激，那些太刺激了哦。OK， 喵说我的脸，喂啊喵啊 ，OK，Mandy、okay， 说 gentle pillow，OK，okay， 大概在我的房间里面啊。Sharon 说你的皮肤好好，很有光泽，谢谢你。丽月说我需要毛孔粗大，黑头茂盛，男生适合用吗？适合啊 ，Isaac， 适合啊，当然适合啊。这个产品就是男女都适合，我觉得是大部分人都适合用 ，OK， 因为它非常的温和 ，OK， 而且它分得非常的细的，然后他们的这个品牌哦，他们主攻的就是毛孔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绝对可以尝试他们的产品 ，OK。Tony 要看你现在素颜，我现在卸妆吗？不要啦，看我的视频就好了。我累，我要，我真的很想要。OK， 等一下你参加比赛啊，等一下我会问问题，然后你们留言。OK，Mandy 说 Believe very good product 啊，你看不是我自己说的哈，真的是好用哦。OK，Rolling Wang 走开。然后 Jocelyn 说。如何允许礼物？我要礼物，你皮肤好好。OK， 等一下，等到五分钟，我再跟他说要怎样参加。哎呦，阿喵终于好话讲了。Dching Tan I want， 大家都要礼物对不对？大家都要礼物对不对？啊，我忘记跟大家说，这盒里面哦，这个盒子里面其实还有这个环保袋在里头。还包括这个哦，这个环保袋，是他们，曾经有办过一个公开的比赛，是由公众去设计的，所以特别有意义啊，是，最后的那位，胜出的那位朋友所设计的，所以非常有意义哦，是公众所设计的 ，Splendid Seven， 哈，为什么是 Splendid Seven 呢？因为 Believe。已经到了七周年纪念，七岁了，七是一个很完美的数字哦。然后他们是在十月七号生日，这品牌是在十月七号生日的 ，OK， 所以他们就推出了这一个礼盒，然后现在要送给大家啊，我今天要送的是五套，大家留意到最后啊，我要跟大家说那个怎样参加了，不要走吧，不要走吧，我一直在拖延时间呐。而且这个环保袋也很好了啊。有时候我们那环保袋用太久了，也是会肮脏嘛，是不是？
不然有时候我们就拿去收藏东西了。所以呢，环保袋是很实用的，我们有新的东新的，我们就可以装更多东西了，有没有？有没有？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嗯，对不对？那 OK， 然后这段期间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My Cyber Sale 的商家啊、对，他们都有做很多的优惠，好、哦。各式各样电子产品啊，家居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哦。好，是不是时候要跟大家说要怎样参加了？说，你们说，我才问问题。喂，突然间有人说很久没有看你演戏了。喂，这么突然的，演完那拳头遇上枕头，我有演啊。对，阿喵说 got view B got me 讲什么？你说什么阿喵？那你说喵 how come？ 而且耶，我留到 live 最后，好啊，来留到 live 最后啊，我不管你们啦、啊、choose me you got 哦，你们想要我讲是不是？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我看我的 Instagram 会不会上升，如果有上升的人数的话，我就跟大家讲的，如果人数有上升啊，我的 Instagram 啊，我就跟大家说那个参加游戏的方法。我很贱有没有，这样子还逼人家，没啦，这个有点难啊，对不对？现在是 OK 啦 OK 啦，不逼大家啦。现在时间是十点，两个字，你们的时间是几点？啊？啊 ，OK 了 OK 了，讲了讲了，其实方法很简单的、啊。不要讲了。嗯，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留言吧。Chloe 说：“那面膜在哪里有呢？”我是东马人 ，OK， 可以上网买 ，OK， 可以去到 believe.com 去看看他们的网站，然后他们是有邮寄的，所以可以上网购买。然后现在哦，今天就是从其实从昨天开始啦，26号到30号这五天里面，他们有做优惠 ，OK， 有参，因为他们有参与 My Cyber Sale。所以有参与的 My Cyber Sale 的这些所有的商家呢，他们这一段期间会做很多吸引人的优惠，大家一定要留意 ，OK？ 好卡是吗？网线不好啊？好 ，Stella 好可爱 ，Majun Shines 红糖走开啦 ，Agnes Mandy really Dr. Tristan we don't want friend Majun， Dr. Tristan 不会这样子的，那他说 Please subscribe Majun Shines。来呀、啊！啊 ，OK， 要买多少才是最高？所以你就要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幸运的话，你是最高的那位消费者，你才会赢到啊。对，所以这个很难说，嗯，就是你去尝试就对了啊，你不试你就不知道。我看中 Major Post 的红糖，哎，走开了 ，Amos 还在红糖。我们现在讲 Belief， OK？ 11月15号带给我试试哦 ，Isaac 哈，哦 ，OK， 好，Belief Chloe Sim please visit， 对对对 ，So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产品的话呢，就去 Belief.com，BLIV.com 啊。好，谢谢你们支持哦，我是尤金，走开啦，阿苗，我皮肤比较敏感，很显啊，对，我的皮肤其实也是敏感的，对，所以一定要用温和的产品啊，我的脸感觉紧绷 ，OK，Rose，、okay, 你的脸感觉很紧绷，就是说你的皮肤非常的干燥，首先你一定要喝多多水啦，然后要多吃水果啦，然后尽量就不要晒太多太阳，现在的太阳非常的热，非常的糟糕，所以会导致我们的皮肤非常的干燥。然后另外呢，就是呢，你的生活作息 OK 吗？早睡早起哦，其实有影响的 ，OK 啊。然后多吃维生素 C， Vitamin C， 因为 Vitamin C 它是可以帮助把水分给锁住，嗯，
不会那么容易流失到维他命 C，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哦，维他命 C 是可以比较可以帮助保养啊美白的、哦，所以大家啊、如果你皮肤很干燥的话，可以多吃比如说橘之类的，可以 orange， 对，维他命 C 很重要。另外当然是可以常常做补水的那个面膜，像是这款可以用啊。啊，如果你皮肤又敏感，然后又干燥，哦，这个更适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用这个的。啊 ，OK， oily skin， 好，其实有很多原因啦，因为如果你说油性肌肤，其实也有很多种，很多很多种，有些是因为你皮肤非常过于干燥，所以才会变得油，有一些是，的确你的你的身体啊的关系会比较容易出油。哦、所以这个东这方面呢，可能你就是要用可以控油的一些产品啦，啊，像是这个它其实是可以控油的，所以如果是我用这个东西呢，我会只是涂在我的 T 字部位，当然你不要整脸涂，因为它如果你涂太多的话，其实会比较干一点点，所以就是需要用一些补水的产品 ，OK， 每个人的肤质是比较不一样的啊。Riva， 他说 ，Recently my skin sensitive can help me。哎，对我也是敏感呢，我也是敏感呢，是，对，多用补水的咯，多用补水的产品，不要用太多刺激性的产品，例如说抗老啊，或者是美白的产品，尽量就不要用，然后尽量简单，美白你的保养步骤可以尽量的简单 ，OK。然后比如说比较有毒性的食物啊，肉类啊，或者是海鲜类啊，都是比较有毒性的食物，所以就尽量少吃，多吃一点蔬果类的哦，可以有帮助。好啦 ，OK， 今天好多留言哦 ，Chiao An， 很久没有看你演戏，有，我最近有演那个当拳头遇上枕头，但是好差不多播完了哈 ，OK， 哇，好多留言 ，OK， 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看跟回答，好啦 ，OK， 好，其实方法很简单了，我现在马上就要问这个问题，然后 Believe 的会有人 Believe 那边商家会有人就是选出他们最喜欢的答案 OK， 然后你们就有机会赢取这一套产品好 OK，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 like 我这个 page 跟随我的 Instagram 对，还有就是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OK， 那问题很简单啦，就是为什么你喜欢 Believe 这个产品，很简单吧 ，OK， 用不超过30个字哈来形容，来说说你的感想 ，OK， 然后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我给多大家一天的时间了，因为现在马上要写呢，可能没有办法啊、哦，大家可能要抢着写，抢着答 ，OK， 我不折磨大家，我就留多一天给大家。然后到明天的晚上11:59 ，OK， 就是要步入29号，要步入还没有到的那个时候，我就截止啦。然后对，然后到后天的时候，我就会让 Believe 的人来公开他们选出最喜欢的那个答案，然后有5份礼物，所以就是我们会选出5位幸运儿。OK， 但是希望你们可以用心去写那个答案，为什么你喜欢 Believe 这个产品 ？OK， 说说 Believe 的好处啊，还是你喜欢它哪一部分啊？你喜欢他们什么产品啊？都可以，就反正说为什么你喜欢就对了。OK， 用不超过30个字，然后明天11:59之前，晚上11:59之前截止。OK。那如何在哪里答呢？只能够在这里下面的留言回答问题，然后我们只会从这个comment 箱哈，这个评论箱里面选出我们最喜欢的那个答案。OK， 当然我不会参与在里头了哈，是 Believe，
他们会有代表来选出来的，然后呢选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私信你，然后告诉你赢家啦，然后我们就会跟你要资料咯，比如说你的地址啊，啊你的电话、你名字啊这些啊，这些资料我们之后会跟你拿的 ，OK， 好不好？五份，OK， 我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跟大家说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Isaac 哈，吃点跟你说秘密，跟谁？跟阿喵还是跟我？哼，说说跟谁讲？哼 ，Riva， 你看我那时开始敏感了 ，Help me！ 我也是敏感呢。哎，这里我们其实刚才还 Tristan， Dr. Tristan 走了嘛？还有在吗？我们刚才那个皮肤医生有在嘞 ，Dr. Tristan， 我的皮肤医生啊、对，他应该明天要工作吧？他应该离开了，找他帮忙就对了。他说你看我那时候开始敏感了 ，Help me！ 对对对，不要用太多刺激性的产品哦，记得哦，一定要用对的产品，不用橙色包装的 Believe Mask 哦 ，OK， 那个是橙色包装的是属于什么的？是什么？是就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呢？橙色的。我有那个 orange color 的 belief for blackhead， 但是哦 ，OK， 怎么拿到？对，所以如果你们有答案之后，你们赶快留言，然后到明天之前，就是明天11:59之前 ，OK， 我们就截止，然后他们就选出最喜欢的答案 ，OK， 五个，总共会选出五位幸运儿啦 ，OK。好，我要保湿的，脸非常的干，我要保湿，不能直接在这里说呢。哦，艾莎要跟我说秘密，我很怕。最难的就是要守秘密这件事情，可是我可以，因为我不说话的平时。OK， 灰润润，这个用在 before toner or after toner。OK， 我的方法呢是如果是好像晚上回家啦，晚上回家因为皮肤比较肮脏一点点，所以我洗了脸之后，我会先用 toner 来确保我的脸是干净的。OK， 因为是它算是第二层的洗净我们的脸嘛，所以我洗了脸之后，用了那个 cleanser 之后，就用 toner， 用了 toner 之后，我才会涂上这个。OK， 就是 before 你上moisturizer 啊 serum 啊那些before 上那些就要上这个，先上这个 OK， 涂在 T 字部位尤其是鼻头这地方。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我这里的毛孔也是蛮粗大的，所以我就会从这里延伸到这里一点点然后这里也是要OK， 然后就尽量不要去挤压你的黑头粉刺，因为真的很伤皮肤，很痛之余呢其实很伤了，好，而且也可能会反效果，可能啊，未必一定会啦，可能会反效果，因为你长期在让你的皮肤受损，所以反而还是一样会粗大，即便污垢是清理干净了，可是毛孔还是一样很粗大，那就不是很好了 ，OK， 等你送我，等你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就会选出幸运儿，然后就会把礼物送出去啦。这是5-6月的 live， 对啊，我是啊，我的是出油肌肤和掉皮呀、啊。这个问题呀、啊，就是里面干外面油的肌肤，对吗？那你就一定要补水了。这个绝对是要补水。还有就是你们内在的保养也是很重要哦，真的。内在保养很重要，就是多吃健康的食物，煎炸的东西就不要吃了啊。OK，Samantha， 陪着你好，是不是那些步骤后才来上妆比较好？当然，一定要做足保养功夫之后才来上妆这样绝对会没有错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如果在很好很滋润的状态上呢状态下上妆其实是最好的。OK， 然后而且你可以确保说那个妆是比较耐的，因为如果你的底部做不好，那个基层做不好的话很干燥的话，其实它更容易出油，而且妆会很浮之余它不会贴
啊，所以你怎么画都画不好的。所以最好就是把基础做好，然后你才上妆。啊，那个方法是最好的。OK， 之后你上完妆之后，可能你可以再喷一喷一些补水的产品。哦，像如果你有 toner， 然后如果它是有喷雾型的，你可以直接就把，就是不要太近啊，啊，远一点点，然后喷上去，让它均匀的发布。OK， 就当然不要这样子，啊，那个水这样子在脸上，那当然就毁掉你的妆了。OK， 就远一点，让它好像花洒一样，啪洒在你的脸上。啊，这个也是可以有帮助定妆的 ，OK。当然也是要用对的产品哦，啊，要用补水的，嗯，啊，也不可以太多，如果太多的话，还是一样会毁掉你的那个妆，啊，所以就是一点点，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就是让你的皮肤有一点点带水的感觉 ，OK。我喜欢 Believe 哦，大家开始有进来了，有打开始把答案发进来了哈。修听华文英文都行都行都行 OK， 嗯，好，我选 Believe， 因为又没选，可惜不是我选，可惜不是我选，啊， OK， 素英佳，因为他的产品 OK OK， 很多答案进来了哈， Yes， answer in any language， OK， 你喜欢用什么语言都可以。OK， as long as 你的答案是让他们满意的就 OK 啦。哦，好多答案的 OK， 所以记得我会开放到明天的11:59，大家就不要错过那个时机。然后继续的提醒大家，从昨天开始了哈，已经开始了。那今天还是一样有，到星期五。这五天里面呢是有 My Cyber Sale， 然后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他们的商家 My Cyber Sale 的商家，他们都有做很多的优惠，而且是非常疯狂，而且是进入好像是马来西亚记录大全的，如果没有错的话啊，这个所以就是很多很多商家有参与，然后我会不时的在我的 Instagram 会贴上一些照片，然后告诉你这些产品都是有优惠的，所以你们可以留意一下。OK， 像我你可以去看我的 video 了哈，我的 YouTube video， 因为我的 YouTube video 就已经有 feature 了两个品牌，那这两大品牌都有参与，而且他们的产品真的很不错，我才会推荐给大家的，不然我不会骗人的 OK。 对，就 好比这 Believe 是其中一个商家啦，然后还有其他的产品大家可以留意。 OK， so 今天应该差不多了，然后还有什么吗？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我的 Instagram Maiden Shines， 来 like 我这个 page， 不要忘记 like 这个 page 哦。然后时时来就是留言、按赞啊，让我开心一下 ，OK？ That's it，OK，okay， 谢谢大家参与了，谢谢你们，很开心你们今天来看我的这个直播。然后下次有什么好康的话呢，我会上来，然后记得按 notification 要 follow 我哈 ，OK， 要 follow 我，然后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你们就直接可以收到通知，然后直接进来。还有什么东西？So 应该没什么了。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叮叮叮叮叮叮。OK 啦，好啦，谢谢你们。问题难吗？什么意思呢 ？OK， 我刚才发问了那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喜欢 Believe 这个品牌 ？OK， 你可以说它的好处啊，你喜欢他们的名字啊，你喜欢他们的理念啊，什么都可以。就发挥你们的想象空间。OK。然后 Believe 就有专人来选他们的心头号 ，OK， 好了，谢谢大家。我下一次呢，如果有什么收到什么礼物，我都会上来这边做一个开箱的视频，所以大家留意喽。谢谢你们，我们下次再见。还有星期四看我的视频，拜拜拜。